一辈子只有一两次而已。你们看角度瞧瞧，告诉你。我要看我的对手。嗯。我要看我对手。你要去看你的对手了吗？我要看。要不要阿乐？要不要阿乐？小舅丹丹，请音乐在中间，五分钟后进行。你都不要自己拿，我叫他去外面放。放我们那多少钱？要三重。没不完，那要报账了，那要报账，那一定要报。对啊，原来是加学长加油。那这一个多少？其实参与没有球队，亚洲参与没有。我在这里看，你这没有办法看到分数了。可以，哪里？啊，我们在拍手他。你看在哪里拍给他？没有这个人，不信。你拿去，我就在那边拍。不要。我给他拍那个分数。你也要加辣。画质好烂，我要看这边。你要看而且他的手机一路溜掉。谁的？他
好啊，你叫我。好，我起来。
十分钟了。来打了一场球都要十分钟。那个人的球鞋多高？啊？那个人的球鞋多高？他下面不是黄色的。竞赛组报道。然后下面是。第一组十五分赛程，高男单，高四西双。下面是高四西装，吴国伟，第二场第一。张一西，张一德森。啊？张一西，张一德森。他在啊。你哪有底耶？男子冠军是在那里，但他现在打不过。我叫林彦祖，张恩天加油。他们会不会打一场要二十分钟？有啊。我要把它，别动啊！我要把它支撑住。不用动了，动了。你也在那里选择。没有，我有没有看错？十三米九。我有忘记了。哇，还真帅。高四新装，王伟林，然后还要给人家提12:00。教练他们来了。他们应该才刚下课。没有啊，十在那个对手是十八分。对啊，就他说人五的比较大，对啊，人五的是十八分，对手。刚刚几分？十八。他这里。如果现在给他按住，一线能看，高兴高兴，是第六了。22:00，让我看，让我看。这次就没有半场的杀球比赛。这球慢吗？很慢。然后你再来就是1:12。OK 啊。